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for your aboard. 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，请允许我代表全体机组人员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。不欢迎也没办法，你们他妈的票都买了。非常抱歉的通知您，本次航班由于航空管制的原因又晚点了。奇怪，我为什么要说又？如果本次航班的延误给您带来了不便，我们衷心的表示能不赔就不赔。如果您对我们的处理意见有异议，你他妈来打我呀 ！Ladies and gentlemen, what the fuck? Bite me. Thank you.